大家好，我是小硬。今天呢，来到这里看看人家在摘桂花。听说这个桂花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看看当地人是怎么样取这个桂花的。哇，看不懂，看不懂，来考到你。摘桂花鱼的。他们。我想应该是种在后面。放大声，到那里还没把我放松之后放开。哇，这个桂花好香啊！把我大张，那天非常的香，漂亮吗？是啊，这里下面呢，原来就是引诱水井了。这个水井也有年头，有年头了。现在呢，农村家家户户都是从山里面接那个山泉水喝了。现在这像这种水井呢，都是用来洗洗菜、洗洗衣服而已。就是这样收集这个桂花的。是啊，你说啊，这桂花好香啊！好香啊，这个桂花。这桂花那可以做桂花糖了不？可以做做茶是吧？做桂花糖。桂花糖、桂花糕。桂花糕也可以吃，做桂花糖啊。做糍粑，全身都是饱的，可以做很多好吃的。对呀，你有多大的岁数了？你是这么多知道这么多？我也是问问你们才知道的。听说还可以做桂花，那个桂花粑粑，做桂花酒都可以。桂花酒啊，泡桂花酒啊，桂花酒、桂花茶，太神奇了。妈妈，你还身手非常敏捷，现他你看他上树还那么灵活啊。小妹妹你好厉害呀，摘那么多了。不客气。等一下掉到水里去了。老奶奶今年几多少？我70岁了，70岁了，看来你很健康啊。还健康，老了，头发白白了。可以。老了喽，白头发都白了。还很精神啊。这是不能干，真的是很精神。吃饭吃的多啊，接不到啊，摘不到是吧？没有，你摘不到，我帮你摘吧。你帮我摘，帮你摘一点啊。你也摘不到啊。能摘多少就摘多少吧。搞个钩过来钩。好了，小绿也尝试一下，到树上面看看能不能摘多一点。你在上面接住啊，好，拿好，夹吧，哎，接好啊，好，我看看上面还有没有，再给你多摘一点。上面有你，哎呀，摘得到就摘吧。哦，摘不到了，这棵树是公家的是吧？这个是种人的，啊，种人的是吧？这个可以做那个。叫桂花粑粑是吧？是啊，好像做粑粑的放点桂花糖去那洞里面包起来吃，很香啊，那粑粑。桂花糕我吃过，很香的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桂花。还不及格呀？我们那边也有人种，但是没有那么多花的。那些种现在花种的时候没有种什么这么香的。对对，没有这个那么香。那个是高产的。这种是土产的，这个你看这个桂花，很多年了，几万几千年了，上百年了是吧？知不知道？不知道上百年，反正都有几千年了。是吧？哇，太香了这个桂花！村里面有一棵这样的桂花的，大老远都能闻到这个香味了。
太神奇了。好了，今天小六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喜欢小六了啊，搜索关注小六搞野，再见。